这是个什么官？机关长，大概相当于他县太爷呗。这日本是吊死鬼带华，不要脸。日本还说什么？铃木还说到时候，挨家挨户都得插日本国旗。小孩呢，得学说日本话，学唱日本歌。铃木还说，不管大人小孩。 只要是学唱日本歌、说日本话的，都奖励白米，还有牛肉罐头。照这么下去啊，咱们的冯宁渡早晚就成了日本人的冯宁渡。爹，难道现在不是吗？姓不改就不算，这以后要是让孩子们学说日本话，那才是人家的呢。我看呢，先把眼前顶过去再说吧。 将来再说将来。爹，您老可能不愿意听啊。这事儿咱先答应下来吧。那日本人什么样，您又不是不知道。到时候咱全村都得遭殃。大伙，先答应吧。别为了一个旗子、一句半句的谁的话，把咱们全村人的性命都搭进去。 到没到啊？一会儿快了，快了。小慧领了啥路啊？这是啊？哎，这快到了。哎，大哥。啊，到了，就这个。就这，哎，进去看看吧。走吧。哎，这好，这够隐蔽的啊。哎，哎呀，这里边挺大的啊。 来的真好，哎，看看看看，我咋样？这是干什么用的？冶炼硫磺的炉子。这玩意儿，哎，你不要看它简陋，它能炼出砸日本鬼子的炸药。 大日本航空は、モハムラに対してとても人事で優しいですよ。ほら見て、炭鉱修復の手伝いだけでなく、今日は米や牛肉の缶詰も持ってきた。これみんなに分ける。 不一样，上次跟你说那小戏班那个事儿，你给落实一下，你知道吧？等松下机关长一来了，咱就这么弄一把，怎么样？他。
武爷，你这么淘气呢？一说关键的时候，你怎么都听不见了呢？啊！小的问题不大，宝贝儿，武爷。王五爷，王五爷，你協力してほしい。今回は松崎艦長に迎えるためには、果てにやりたいです。 吴爷，听话，弄得漂漂亮亮啊！听话，啊！好吧，我去安排。哎，小哥。喂，小哥。哎，何を言ったのだ？すぐ上入れたなんて。 前に小野長官が会津のロバを殺したんじゃ。そして行動長官がラバをあげるって言いだら、こうするとすぐ喜んで劇団を手配しに行った。皇軍の者が適当に奴らに渡すか。あからさまに奴らに謝ってるだろう。 他妈大日本皇军，全是我的！哎，徐凤，那个，我把臭豆子给揍了，他也跪地求饶了，承认错误了。要不，我把他拉来，你也揍他一顿。 瞎说什么呢？谁要看到？不要脸！哎，等等，那你把这给拿回去。干嘛？我的人我没管住，让你生气了。你这天天来，一句话也不说就走，我也没脸再吃你拿来的东西。那我倒了。哎，倒了它干什么呀？倒了多浪费呀！你们家又不是土财主。哎呀！ 什么东西？哎，好。哎，脏不脏？哎呀，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别动。哎，倒吧倒吧，来。大川呢？哎，大川。哎呀，他现在就是我祖宗。 人上茅房，我也得跟着；人拉棒小时，我得在外头等着。拉完之后，我还得说：“祖宗，你辛苦了。”你说你啊，笑起来多好看，跟朵花似的。你怎么变得油嫩了？有啊，那也是因为跟这知识分子在一块待着。哎，你别说，我也发现了。 我最近有点，那叫什么词儿？那个文雅了很多。哎，你说我要是变成那样，那得啥样啊？你别扯了，你要是有人家大川一半，一半的一半，你也不至于到现在还打光棍。你看看人家大川，什么时候都是文文气气的，像个大姑娘似的。拉倒吧，娘娘腔一个。 你还嫉妒人家了？我嫉妒他？哨兵！哨兵哎！哨兵！哨兵哎！
兵，小老兵来。刘大强，你是不是给人穿小鞋了？啊，你这么闹下去，怎么开展工作啊？什么说事啊？我怎么不知道？是不是谁又告恶状了？这还用告吗？你画了个圈，让人在圈里动了一下午，这还用告状吗？孙猴子给唐僧画了个圈，那是为了防妖精。你是在干什么？你不用看人家，他不像你那么小心眼儿。还有，你说你们区小队不去发展群众，反而挑唆着群众跟鬼子干架，你这都是在干什么呀？嗯，梁书记，我们不能打小鬼子，我就不能团结群众来抗日了？如果不是五爷让王大虎做够，救了金豹银豹，那不出人命了吗？哎，不是你这事儿又是你说的吗？就是我，怎么了？哎，你作为队长犯了错误，还不允许我们群众去反应啊？我呸！你个群众，你还真是个群众，遇到点困难唧唧歪歪的，还逃跑了他。刘大强，你没完了你！怎么了？怎么了？我跟你说，梁书记，这小子就跟个倔驴似的，动不动他就撂蹶子。行了，少说两句。老赵，你也得端正态度。困难是肯定的。对，梁书记批评的对。我这几天呢也在反思，我身上确实也有很多的问题，很多毛病，所以，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你说，可不可以把我也像冯娇一样，调到那个县大队去啊？我真的不适合在这个环境里工作。赶紧给我弄走。有你说话的份儿吗？川儿，县大队有县大队的困难，既然隐蔽下来了，就不能轻易的放弃。我已向上级领导申请了，把你们三个人留在区小队，接受刘大强的指挥和领导。我没意见。你没意见，那得看人家大川有没有意见。你有意见呢？大川，你得以大局为重啊。我服从领导的决定。哎，服从就完了。哎，来，叫上队长。叫我队长。你什么态度？这是梁书记，你这算不算是给了我一把尚方宝剑？以后我是不是可以名正言顺的收拾这几个货了？看看，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不是，像你这种工作方法，怎么能行啊？必须得有个人来管着你。你要管你管，你过来管过他们几个，你就知道了，他们这脑袋可难剃了。我倒是想来，但是我来不了啊。最近鬼子一定会有大的动作，在他们的上层下来视察之前，他们一定会对风陵渡有一次大的搜查。大强，你是在部队待惯了，做地下工作还有一定的差距，所以说我们决定要派一个对地下工作有经验的同志来做你们的指导员。啥？还真来呀？你有意见？我没意见，来呗。风陵渡这个钉子
现在要向两边延伸，一边是我们的根据地，另外一边是敌占区。上级命令你们要做一个隐蔽的交通站，同时要发展知识分子的力量，要尽快的提炼出硫磺，做出炸药。任务重了，你们曲小队要加强领导的力量。发现了吗？继续隐蔽，懂吗？懂，懂了好些日子。川儿，有件事我得跟你合计合计。这件事我没跟大强说，我怕他接受不了，脑子转不过弯来。咱新来这个指导员是个女同志。啊？让个女的管他？对啊。太好了。是啊，就像他那个胸皮，就该应该有个女的来管着，以柔克刚。要不然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早晚他得出事儿。但是有一点啊，是个女的，她不好进村儿，铁匠铺也不需要女的。你帮我想想，你有什么好主意？梁书记，嗯，新来的那个女指导员有多大年纪啊？不到三十吧，跟大强子差不多。怪笑什么呀？说话呀！我有个主意，但是不知道会不会违反纪律啊？说吧，不会的。说说看。给我们队长娶个媳妇吧。那样就能名正言顺的进来了。大川，你真是成熟了，被锻炼出来了啊！你的想法跟组织上是想的是一样的，是吗？对啊。梁书记，那我的主意会不会被采纳？跟组织上想的一样，那一定会被采纳的。说啥呢？啥主意啊？采纳啥呀？不告诉你。瞧不起你们这帮知识分子。一见领导跟变个人似的，告诉我。哎，来了。大川呢？你要找大川呢，就上山；要没啥事呢，就帮我烧火吧。啊？你先停一下，用你那脏鞋在上头印个印。干啥呀？给你做鞋。你上次不是凉了吗？我要用手这么量一下，就知道你穿多大鞋，那还要裁缝干嘛呀？真的假的？你真要给我做鞋啊？废话，我这一年到头给八路军做了多少鞋了，不多你这双。你可拉倒吧！我知道了，你肯定是上次给你那小女婿做了双鞋，怕我生气，哎，所以你才给我做，对不对？做不做？你说对不对？不做算。坐，没说不坐。叶儿，行行，行。哎，那你这鞋都给我做了，我咋感谢你啊？真想谢我？好啊。那赔我一缸水，啥？烧热了。你又要？行，我上去挑水去，你生火吧。哎，你烧了才算，我烧了不算。这回可得给我看好了啊！哎，
把门从外头给你锁上了，这是钥匙，你洗完了以后你就叫我。大强，哎，你还在外边呢？在。那个，我没带毛巾，你能给我拿一条吗？啥？有毛巾吗？啊，有有有。那个，我咋给你啊？递给我呗。你赶紧擦擦吧，别着凉了啊。知道了。同志们，根据目前敌情的变化，丰宁渡的工作要有序的展开。县委决定提炼硫磺的事儿由佟大川负责，建立武装的事情由刘大强负责。同时啊，我们还要派一个指导员过来。大强，你的队长的职位不变，但是你要很好的配合这位指导员，做好具体的工作。有意见吗？领导都决定了，我能有啥意见？那就好。我还想说的是，这位指导员是位女同志。啥？女的？不是，梁书记。你这事儿怎么不早说呀？怎么了？女的就不能当指导员了？不是，女的她在我旁边比比划划的，我怎么展开工作呀？我告诉你，人这位指导员不是一般的干部，他是我们曲阳县老县委书记荀长武培养出来的干部，级别够高啊。哼，那他这么厉害，你上我这儿当什么指导员啊？这不是指导你吗？行，我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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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就行。另外，我还想跟你商量件事儿。为了这个指导员能够顺利的进村，他公开的身份是你的新媳妇儿。啥？我咋还要娶她呀？你怎么又炸了呢？你我没听，就是我娶她，娶媳妇儿怎么了？又不是真娶。再说真娶的话，人家不见得嫁给你。不是，她嫁给我还不娶呢？笑什么笑？我不同意。你得执行命令。我不执行。你还是不是一名八路军战士？是啊。那就服从命令。行了，师傅，你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你说你这不费吹灰之力啊，就给我们娶了一房师娘回来，这种好事上哪儿找去？是不是？啊，对，是啊，娶师娘了，耻目！不对，佟大川，
这事儿是你给我挖了坑。谁给你挖坑了？我就出了那么一点主意，这是梁书记决定的。嗨，你那天你们俩在那叨叨叨叨叨叨，你以为我不是？大强，我什么时候我就娶个媳妇儿？我怎么就娶个媳妇儿呢？就说好说干啥呢？好好说。梁书记，你不是我不娶人家，这破铁匠铺你也看到了，就这么一个炕，你说把人娶进来了，你让你这宝贝佟大川住哪儿啊？哎呦，师傅，要我们都说你仁义呢，这都快进洞房了，还惦记着我这徒弟呢。哎，不过师傅你放心，我保证不给你添麻烦。我想想啊，我要不然就跟那个老烧饼去住山洞去。或者我就在院里那个柴火堆里凑合一下也行，这一切得为了革命啊！你山洞冷，山洞冷，你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师傅，干啥呢？说师傅，你们自己解决，我不管。好，大川，拿笔墨去，我现在就给他们写婚书。哎，你们马上行动。后天我就把人带过来，房子和炕，把都要给我解决出来。后天？对呀。不行，我这啥也没准，我连衣服都没有嘛。没事，师傅，我能给你垫衣服。师傅，滚出去！滚！忙着呢。哎，没点啥呀？哎，没啥呀，我这娶个媳妇儿。啊？啥？你要结婚呢？干啥呀，大惊小怪的！我骗你俩，这谁给你做的媒呀？怎么不早说一声？卖烧饼的老梁。这是哪家姑娘？便宜你了？啥意思啊？啥叫便宜我？我不能结婚啊！哎，那，那姑娘家那村啊，日本的总去货，所以说有姑娘的赶紧往外嫁。哎呀，算是便宜我了。哎，对了，你这不马上要结婚了吗？你肯定真都现捣的，得多用点胭脂水粉什么的。来，你在哥这儿多挑点，哥给你算便宜点。哎，那不急不急，我来呢是想跟你们俩商量个事儿。啥呀？啥呀？我听说你们祖上给你们留了两套老宅是吧？是啊，咋的？我想着闲着也是闲着，空着也是空着，干脆借我当婚房得。啊？你用我老宅当婚房了？不行，那留着我们还当仓库呢。哎呀，这个小鞋儿，不借拉倒，我走了。哎，混混，不是没说不借吗？哎，我就不明白啊，人家结婚都欢天喜地的，你这怎么结个婚还愁眉苦脸？你说那玩意儿说的，这兵荒马乱的，自个儿都吃不饱，谁愿意结婚？队长，我臭豆子，咋是你呢？队长，我真知道错了，我不知道怎么弥补，你别不管我，你让我加入七小队吧。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跟着我，废了你！还有，你要是敢当汉奸，出卖区小队，弄死！听没听见？那我点了。住！大川，下去啊！啊！
行，那我就讲两句。哎，我们一行人从北平来了7个，现在就只剩下3个了。历经了很多艰难，终于走到了今天，很不容易。这个炉子虽然看着简陋了点，但也算是向成功迈进了一步。先等一下，前面就是村口了。你们两个跟我们进村，剩下的人在这里隐蔽，没有特殊情况千万不要露面，记住了吗？就你们几个进去会不会太危险了？人多了更危险，听队长。咱们走吧，走。大喜的日子，你能不能乐呵点？对呀，师傅，乐呵点啊！滚一边去！哎，你们几个借个衣服，你把毛毛我衣服借来，这啥玩意儿？这是？你大虎咋了？什么大虎咋了？你有没有脸？你说大虎你？行，你结婚你说算。行了，来来来来，去呀！愣着干什么？把人接过去。县大队，张萌，快接过去，别打了，给你。快点！重罪じゃないようだ。爆竹の音だよ。その運動の方法からです。一体どうなるのか。早く調べてみて。はい。大虎。怎么回事？谁家结婚呢？这刘大强也不知道玩的什么花活，突然之间娶了个媳妇儿。哎，爹，你看，这媳妇儿不都进村了吗？这刘大强啊，是一心想在咱们村扎下来。谁家结婚呢？怎么的？这么热闹啊？这大荒年呢，谁家有钱结婚？慢着点儿，这孩子
小心点啊。正式认识一下吧，我姓郭，郭海棠。哦，刘大强。房子就把盖头给摘了，走走走走。你来干什么呀，大强？我可把我妹子交给你了，你可要好好待她呀。放心吧，我们俩肯定好好过日子啊。不是，哎，那个肯定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好，我去看看梁书记他们忙活的怎么样。嗯，快去吧。嗯。你真结婚了？啊。你真结婚了？哎哎，赶出我们家！刚来我们这儿，往后有什么不懂的就问嫂子我啊。好。哎，你干啥去？哎，哎，玉凤来了，来看看新人，长得多俊呢。这个，我叫嫂子。来来，嫂子。出去呢？你去哪儿啊？你今天哪儿也不能去，就在这屋里睡。我，你没事吧？今天那么多人惯你。没事儿，你的酒量不错嘛，刘大强同志。刘大强同志，我这次来呀，主要是……梁书记已经跟我说了，
在外面你是我媳妇儿，在队里呢你是我们的指导员，我们要听从你的指导。行，今天不说了，改天咱们再聊啊。早点休息吧。你咋休息啊？不别扭吗？你是那边，我是这边。那也别扭啊。别扭什么呀？我还是回铁匠铺。哎，你回铁匠铺，等着被他们发现呀。你赶紧睡觉。哎，过了今晚，你想睡哪儿都行，行了吧？你咋了？没事儿，可能是喝酒喝多了，肚子有点疼。快睡吧。啊，你先睡，我再坐会儿。